坐唔坐得噶？船就系俾人坐噶啦。嚟啦！都咁夜咯，又冇人睇住，万一出事点算？点啊？你惊？嚟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。夜草一样肆意生长，追寻一束阳光，爱与理想跟着风不断碰撞。世界浩荡，也曾迷茫，不知前路方向。你像长夜星光，慢慢地将我点亮。平凡的伟大的都是生活，你和我探索着，指着一盏灯火，对抗夜色不曾有褪色，也梦过也痛过人生曲折。你怎知道我都在想这首歌？因为我感受到你的脑电波。乱说。真的。嗯。其实古代的人就已经发现脑电波这件事。识不识曹植的《洛神赋》？无量梅以接欢喜，托微波而通词啊。没错，找不到适合的媒人帮自己表达爱意，就通过微波来传达，那还不是脑电波？人家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个年代又没有无线电，这一边的人揽着头帮命想，另外那边的洛神就感受到了，那不是生命灵犀一点通吗？咁你估下我谂紧乜嘢？我估啊，嗯，谂紧我。嘉敏，嗯，你带咪咪随便睇下吓，睇下得唔得？一定得啦，哥，你拣嘢点会唔得啊？到时我哋搬开呢几张台，摆一张长台。好，你哋就全部搬开，摆一张大长台，我哋两家三四十人都够啦，系咪？只系呢个地板咧有啲花，我哋到时铺张红地毡，全部遮住佢。红地毡，我哋搞中式定西式啊？我觉得都系中式咯。咁啊，到时阿爸阿妈佢哋影完相，需要俾啲外国人睇。好，索性中西合璧。你哋两个又唔系跨国婚姻，咩中西合璧啊？到时一个着婚纱，一个着马褂，使唔使再嚟一首二胡版嘅婚礼进行曲啊？咁啊，哥啊，你话啦，呢个地方你拣嘅，究竟搞中式定西式，你决定啦。你话事。嗯。嘉敏生得昂直，你就 baby face， 我个人觉得咧，都系着中式礼服好睇啲。都话噶啦，中式。好好好，阿哥话事。环境 OK 嘛 ？OK 啊。姐妹姐，嗨，嚟啦！啊，嚟啦！喂，你话佢哋几时开始噶？几时开始都好啦，总之系好事。我系担心小梅姐知唔知我阿哥嘅身体情况？医生咪讲过咯，你阿哥手术之后身体恢复得唔错，只要好好保养，同正常人冇咩分别。但是他始终不是正常人啊！你说我可不可以跟小梅姐说？不好啦，
这个是人家两个的事，他们会自己解决的。再说现在是他们最 sweet 的时候，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做什么？那如果将来他们要结婚的话，我说不说啊？嘉敏，你真的很老实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？你就是很傻，我就是喜欢你这么傻。慢慢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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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好有天分，嗰边，嘘，唔好讲嘢啦，吓，细声啲。飞机啊，妈咪睇下，同我去搵爹哋嗰阵坐嘅一样噶。等我大个咗，我要自己揸飞机去搵爹哋。等你大个咗，你会唔会揸飞机带妈咪去玩啊？会。嗯。诶，方太叔，我想做你妈咪嘅男朋友，你觉得点啊？咩系男朋友啊？就系比朋友再好一啲嘅男性朋友。你可唔可以都做我男朋友啊？咁唔得，我做咗你妈咪嘅男朋友之后，就唔可以做其他人男朋友啦。等你大个之后，你都会有自己嘅男朋友，知唔知道？